爷波我们所讲的就是黑白无常，我们俗称他包府千岁，青天大老爷。这个是黄船、嗯、这个是包府千岁做的、哦、就是讲在我们地府的一个海中在航行的。那现在关口呢已经打开了，我们也看到信众呢已经陆续进去，那祈求呢全部的这个霉运呢都会去除，然后好运就是会来的。